一切善，就入了。啊，那个一切相，用《金刚经》上说法，容易懂，就是四相。啊，要离四相啊！一切诸佛菩萨都是离四相，不但是那个深位的菩萨。我们在经上读到了，初发心、初信位的菩萨立四相了，立得浅了，不立四相，初信位的果位你都得不到，深位那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这是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。